我是朋友的感觉更多呢，还是异性这种感觉更多啊？直问啊。你有能从我的眼睛里读出来吗？好像。其实有点不太明确呢。直接说吧。你看弟弟也说直接说啊。那肯定是异性，那肯定是异性。慢了一拍。是异性吗？你喜欢一个人需要多久的日子啊？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日子，而是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来确认，是吧？你要花很多时间来确认的吧。喜欢我觉得可能第一眼就会是喜欢的，因为喜欢可能真的就是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这种就是喜欢。你对我有一见钟情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其实金莎在给他表白的机会，还不表白。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是等着你说话呢。然后觉得哦不敢说了，面对那是是金莎吗？然后那跟一见钟情没有关系对不对？怎么会没有是吗？可能我不太会表现出来吧。这都能隐藏住啊，这都可以不表现。可能眼神中会有，但是你没有捕捉到吧。